台湾人的草根情，即使漂洋过海到了遥远的东北，一个叫做满洲国的地方，依旧能在荒芜中绽放。这是属于台湾人的奋斗史，属于这块土地的记忆。台湾人在满洲国。这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接受老百姓欢庆抗战胜利的影像。不论在满洲国或是中国，还是在南洋参战的台湾人，对战争结束的第一个反应是喜悦。哎，日本投降啊，我们这大连的这台湾人啊，拢真欢喜了。我伫台湾那时啊，也是受日本的侵略，到大连来啊，也是受日本管的，没自由了。啊，那个光复以后，真正的中国人呢、这个时候这个心情是特别好。是很突然，然后很快乐，因为战争结束，然后可以回家，而且他知道日本战败，我们就不要受日本人的压迫。被侵略者的仓皇无助，打从日本战败那一刻起，轮到侵略者身上。只是承担这个苦难的，多半是被动员到东北垦拓的日本平民百姓。日本民族在东北统治期间，他属于高贵民族，他一直是高高在上，他拿中国人不当人，所以他一旦战败之后，日本这个难民当时生活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下从高等民族降落到难民的时候，处处害怕中国老百姓报复，害怕中国军队报复，又躲又藏，逃难的过程当中，有的自杀，有的把孩子扔了，有的这个在难民营里边长期患病，死了很多人。黑龙江的方正县是当年日本垦拓团开垦的大县。日本人离开后，共有4300多个日本孩子被东北家庭收养，他们被称为日本遗孤。2012年，我们来到方正县的中日友好园林，这里主要是纪念战后抚养日本遗孤的中国养父母。那天，龙家姐妹在哈尔滨日本留华孤儿养父母联谊会秘书长石金凯的带领下前来祭拜。爸爸妈妈，来看看您，正好龙大爷。龙大娘的子女给老人上坟。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大爷大娘，你们放心吧。他们的父亲龙宝珠，为了让自己收养的日本孩子不受欺负，曾经离开故乡远赴哈尔滨。是把他捡回来，那个时候他浑身是病，估计是他妈妈在战败了，那个回去的时候带不了他，因为他浑身长满那个疮疥的。所以我爸爸就把他从铁道边捡回来。在农村时候，他们就叫他小日本，我妈就因为那个就搬到哈尔滨来了，怕欺负他，就怕欺负。到了哈尔滨以后没有人知道。直到1972年中日建交，龙家大姐这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来自日本。告诉他当时还接受不了呢，他说我不是日本人，他就不相信。后来给他做工作，最后就是想回去看看他的妈妈。走的时候他就说，等我回去看看我的妈妈，我还回来。他离不开这儿，我就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妈，你收养了日本大姐，你不后悔吗？我妈说，救人命怎么能后悔呢？上千位中国养父母必须跨越心理障碍，拥抱敌人的孩子。
而对另一位中国养父母李淑兰来说，日本肯拓团同样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不出于他自己的本心来害中国人，他是受这个他们的这个领导人派到中国侵略中国，他已经失败了，他没有什么能力害咱们中国人了。咱们救人不是说是跟他们解仇冤冤作对的没完没了的，人嘛都有一个怜悯之心。遗留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在东北、华北，像我这种身份呢，有几千人。作为这场战争，我也是受害者。这批人嘛，我感觉是不幸的，是吧？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呢，我能这个落到一个这个非常这个疼爱我的一个养父母家庭，我感到非常万幸，也感到非常荣幸。女人和孩子是战争最无抵抗力的受害者，也是战争伤口最宽容的抚平者。战后的审判成为中国人民民族情绪的另一个出口。因为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这是战后满洲国皇帝溥仪于1946年在东京召开的国际法庭上的谈话。此时，溥仪已经被苏联俘虏。当他被问及当皇帝时是否有个人自由，溥仪十分恼怒地说：“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傀儡皇帝的污名反而成为脱离侵略者身份的有力说辞，但溥仪后来还是和日本脱不了关系，仍被法庭定罪。跟战争发动者脱不了关系的，还有介入战争宣传的机构满印。曾经是满印东亚女明星的李香兰，战后进了汉奸的审判法庭。可是，最令广大中国影迷感到震惊的是，李香兰竟然是日本人。本来把他留下来，不准他走的，要审判他。后来就又拿了这个户口成本，他是日本人，他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他的艺名，李香兰是他艺名。所以呢，当时没有判他，就是因为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替日本人讲话，日本人替日本人做一些这个有利日本的事情，这个是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不只是李香兰，战后初期，曾经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卫政权工作的台湾人，像谢介石、黄子正、陈锡清、郭辉。这些台湾人都自觉身处汉奸审判的危机，就连在东北当医生的谢秋冠也不例外。那说我爸爸有名啊，他就到藏起来了，我们在医院有钱人哈、戴着高帽子敲锣，我是汉奸游街。台湾人被认定汉奸的危机，直到蒋介石下令，台湾人的特殊身份没有汉奸问题，这才让留在中国的台湾人得以喘息。已经颁布说台湾人不应以战犯或是汉奸罪论处，起诉的当然是应该是有几十人，但是绝大部分都最后都是以证据不足释回。可是，部分战后留在东北的台湾人并无法得到真正的喘息，他们开始面临返乡的新难题，因为回到台湾的路遥远而漫长。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以中共第四野战军为主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在苏军的掩护下率先进入东北。就在苏军混乱接收的气氛中，有人选择逃离，
但有一位台湾人看到的却是机会。苏联兵啊，奸淫掳掠啊，不然为什么女学生都弄成那个？所以我父亲才跟那个就是我说的那个苏大叔他们大概有志一同代表就去跟苏联交涉嘛。但我父亲跟苏联总司令有交情，因为大概他要求我们没有娱乐，好，那我就盖。所以我父亲后来开了大华舞厅嘛，然后舞厅旁边有啤酒屋有餐厅嘛，然后你知道日本太太。头发都剃光了哈，就假发，然后勾那个毛线那个网子，这样网起来，这样子。我看到他们当舞女赚钱，好可怜哦。大华舞厅表面上是做苏军生意，实际上却是协助国民党搜集苏联和共产党情报的讯息站。谢清文的父亲谢秋汀是台中抗日家族谢家的老六，他和在东北做医生的两位哥哥以及在上海加入日本中华航空公司的大侄子谢文达不同。谢秋汀天生反骨，不愿成为医生。祖父去世他才四岁，他耳濡目染，所以家母也有一句名言哈，说耳仔无看寡，该讲的爱讲，因为他在听，哎，所以我猜想是我二伯父、四伯父不都是读了台北医专嘛，哈，那么大概听他们讲啊，觉得小弟弟嘛也不懂什么，可是他就知道他要抗日。这位在满洲国时期参与抗日的谢家老六谢秋汀，冒险从商的行径，让他进出台湾总督府、苏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牢房。最后，国民党竟以经济汉奸处置他。砍子来，多少粮食来，否则你就不放你。然后送来就放我爸爸回来了，公然勒索的嘛。哎，然后中共进来也是这样，我们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你要供应来，这样也把你先抓起来。当时的老百姓啊，很无奈啊，也讲了一个顺口溜啊，盼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那时候有一些人是太啊接受委员五子登科，太乱来了。1945年11月，战后结束3个月，国府部队才正式进入东北。但此时共产党的地下势力早已在东北打下基础，国共内战的炮火就在国府进入东北2星期后蔓延开来。战火蔓延，迫使绝大多数仍在中国的台湾人必须尽早离开，他们多半透过台湾同乡会协助，像逃难般回到台湾。有钱人没有办法的人哈，买破烂衣裳，买一个马车，自己赶马车从东北往关内走。有的穷的，我说你走做什么？八路军来都没哦，我害怕，我害怕。穷的人也走，能走的人都走，往关内走。在混乱的返乡过程中，置身在满洲的台湾声乐家林世浩。还得和部队搭上线以求自保。战争刚结束，国共开始要内战，很纷乱的一个时代哈。他带着一个大家族，带着很多的东西，然后家族完整的带回来。那他是怎么办到的呢？他是一路绕军，然后一路跟那个军方接洽，然后啊一方面也鼓舞在大撤退时候的这些士气。然后一方面就用这样的方式辗转的回到台湾。如难民般逃难是一时的，但家族命运的离散却是一条漫长的团聚之路。谢秋汀逃出国民党监牢后，带着全家大小踏上返乡的逃亡路程。当年谢家在东北的三兄弟就这样分隔两岸。我
我父亲被抓是中央军打回去才被抓，可是在那里苦守了一年多，要撤退之前我们就跑出来，所以我们跑出来比较快，我四大爷他们跑出来就慢，我二伯父根本连跑都来不及了，我们算反应最快的，因为我父亲还是算做生意的，我二大爷是医生，反应太慢。但这个反应太慢的谢家老二谢秋冠，其实是不愿离开东北。那说四平长春还在，蒋委院长说哈，我在东北有一寸的地，我绝对不撤退，我要保护东北。所以我爸爸信用那个啊，很信。我妈妈说，现在时机不好了，等土地卖吧，房子卖。我爸不，蒋院长说，我有一寸土地啊，我也占了，不撤退。和家人分离的还有另一个新竹谢家，曾经在满洲国担任外交部总长的谢介石，战后他和三个孩子、三位妻子留在北京，让老二谢哲生和老三谢金生暂时回台探亲。家住高雄、信佛虔诚的谢孟姑是谢哲生的大女儿。我们是回来探亲的，就走不了了，因为那时候回来住了一段时间，要走的时候就内地就乱了，我三叔就打电报来说他们要回台湾来了，他们由上海来台湾了，就那时候已经北京就要再撤退了。那我爷爷奶奶呢，就是说叫我三叔赶快来到台湾，赶快安置，他们要来都要回来，连我姑姑都要回来，可就回不来了，就已经就断了。对不少仍在东北的台湾家庭来说，1945年是一个离散和重聚的分水岭。不少从东北返乡的台湾人回到台湾时已经是1946年底，他们没有想到记忆中的故乡竟然这么陌生，而一场令他们无法想象的杀戮也在他们返乡时袭向台湾。1945年10月23号，26艘美军登陆艇从福州的马尾港航向台湾。在这个接收队伍里，有几位台湾人也跟着风光返乡，他们是早年参与中国抗日的台湾精英。连振东与谢东敏和国民党共同抗战的经历，让他们成为协助国民党接收台湾的重要角色，被人们称为半山。而在日本时代，那群同样也是前往满洲国担任执政者中间桥梁的台湾人，战后他们却像逃难般仓皇回到台湾。眼前的基隆港对出生台湾东北长大的郭福宇来说，竟是熟悉的陌生感。我等到基隆的土地哦，我看到路路给都倒下去了，哦，这个就是台湾，我相爱这么久的台湾，一间楼房都没有啊！我很知道说台湾是这散啊，我想说台湾是这多。在满洲国完成学业的郭福宇只会说日本话，回到台湾经常被误会是日本人，而在东北就读小学的谢文昌回到台湾后则被要求降级重读。我36年回来到台湾，想说战争我耽误了一年要讨回来，我在丰原小学老师就考我唱歌会，他说你唱国歌，我就是唱了。他说这个哪一国的国歌，我说满洲帝国的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还是新天地。
他说那是伪满，那不是，那个是不行。后来我就唱 Kimikawa 日本国歌，他说这个日本不行。我说我也会，那起来起来我也会。结果他说你没有唱青天白日，我说一天到晚打仗，我一年国民政府管我才唱过两三次，我只记得三民主义，武当所中就忘掉了。他说啊，你们太惨了，说降级录取，我就这么降级了。而曾经在满洲国担任通辽县税捐局长的台湾人郭辉，返回新竹老家后安于做一名小职员。至于陈锡清和旧士陈崇光，他们返台后的人生际遇，一是在政坛中发光发亮，一是在商场上为人称道。他靠他自己，选举也是第一次就过了，因为那一次要二分之一要过才可以。我爸爸倒是五个人呢、竞选，他还是势如破竹，都是第一次就当选，然后连任两次，这是唯一台湾人连任两三次的。那唯一那个时候的县市长台湾人下来的，周祝罗将军就请他去当民政厅长。日本他们从